Anthony。Hello， 我是 Hero。我哋系旅行家，我哋用咗四个七夕生日环游世界。其实我哋都系一个普通打工仔嚟嘅啫，觉得唔喺呢三十岁前改变你嘅人生咧，可能下一个五年都继续系打工，所以我哋决定用呢个旅程去改变我哋嘅生命。好多人都觉得环游世界系一个好遥远嘅梦，因为又冇足够嘅资讯啦，又被现实限制住，令到好多人都放弃咗呢个旅游梦。其实有些地方我们都是因为资讯不足而却步的，就好像非洲那样，去之前我们都觉得危险，但原来非洲人是非常之友善的，颠覆了我们之前对他的印象。我们发觉香港对于长途旅行的资讯是比较缺乏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和不同的机构合作，搞一些旅游分享和出旅游专栏，希望告诉其他朋友，其实旅行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。10年之后，希望藉着我们的经验和努力，令更多人实践他们的旅游梦。